周鸿祎他最大的角色就是他对于生死的抉择嘛，这个是他在这个戏里最大的抉择。一见到领导就一身的奴颜和媚服，尤其对那个林满江，包括林满江的老婆还有林满江的孩子，你说你这那我一直想说，可能一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给的，你是很难，就是说你结束你的生命，可能都是不好的。我特别想让他站在，坐在那儿打一下电话。在演他的死的时候，我一直是看着天的，就希望不敢期待他能升入天堂，但是期望老就是上天能够原谅他，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抉择。所以在死的时候，我其实我一直就想看着天。其实那一刻我想说，如果我也是你的孩子，你也接纳我吧。然后他跳进了那个江里，这个是他的最大的一个抉择，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吧。这个现在真的是对不想一二三打